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这个 Top Model 然后德国的儿童绘画填色书，是一个超级模特系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是想跟小朋友再画一个我们现在非常潮流的小姑娘的一个这个服装造型。虽然我绘画的技术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这边还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进行一个分享，进行一个这个创意的一个开发，希望也能够喜欢啦。然后我们的视频呢是基本上每天都会更新，每天都会给你带来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这个小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下你的留言，然后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你就不会错过，然后还会有个消息的提醒，非常的棒。好了，那就已经画好了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美少女。我们给她的设计呢是一个短发的一个设计，同时呢会有给她戴上了一个眼镜，会让她更加的知性一点。同时这个妆容是没有给她画太多的妆容的，我们会给她上了一个这个皮肤的一个颜色，可以看到她的皮肤的颜色呢是一个这个偏肉黄色或者是一个偏白色。如果我觉得不上皮肤的颜色的话呢会比较的奇怪，所以我这边呢会给她上一点这个有的时候会给她上这个偏黄色的一个皮肤。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你们这个画画的时候去给他上一些这样的皮肤。然后他的裤子呢是给他穿的是一条打底裤，也是现在非常的流行，然后我们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的不错，有的时候也会穿短袖，所以就给他画了一个非常跳眼的非常亮丽的一个粉色的一个短袖套装。总的来说是一个现在小姑娘呢如果是上学的话是非常轻松非常活泼的一个这个造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啊对了，我们这边还会让她的 T 恤上是印到了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 DIY 的一个字母，还是挺好玩的，而且还有一个自己制作出来的一个杯子蛋糕。我们这个频道当中呢还会推出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玩的这种手工制作甜点的视频，不知道小朋友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姐妹频道，就是叫做 DIY 创意与灵感。在另外那个这个频道当中呢还会有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这个玩具手工制作以及甜点的制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咯。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想看到更多视频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在视频的左下角有个大红色的订阅按钮，下期再见喽，拜拜。